下来。能在这吗？我没碰到你。能拍两等我接一下他头这个人。怎么头这个人？还行，最后两步来。哇，对，所以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收，该收的时候收。还有我的琴，三二一，开始。变出来的墓碑，变出来的。不冷不冷，我用的时候才。我觉得杯子多帅，不冷不冷。你要等。但如果我一来就看到他的话，我不会在这里减速啊。嗯，没有，你开始看着，看着，你开始上那个环境啊，再慢。可以，再慢停啊，来开始推。应定就是这个位置，那你就把这个棺材盖。昨天不是左手拿出来的。哦，你从右手拿出来之后放在左手的吗？然后再画。你推的把棺材盖推开之后，看到里面小星辰没有了吗？没有了之后，他就把那个乾坤袋拿上来放在手上画符，然后自己那个他那个剑，那把剑就出来了，就一直在敲那个棺材的底部嘛，一直这么敲击敲击，然后他就出掌把那个棺材给推开了，然后就看见底下又有一个棺材，然后你就拿出符，就说镇压镇法，然后就拿出你的那个黄符，反正要出手势的一会儿，就是要打个手势，然后就跟他说燃战小心点，他抽出壁尘就把那个棺材盖给劈开了，劈开了，你们就上去黑气，黑气完之后有那个声音，好多声音从你们耳边过来了。来了，果然是阴火符的痕迹。对，然后要上前看一眼，是神。好，是他。一会儿进化。好，棺材推高一点位。哦，本来就简单嘛。看后面还有东西啊。只是我拔你们不下来。一个人帮忙就好了。这个人。有。喂，阿有点猛，然后那边好一点。来喽！停，坐住。准备，三二一，开始。大哥，那你们要拉出去哦，还没拉出来？还没拉出来？当然。好，开动。昨天是一下子噌都到后面了。他先说完。不交代了。不是，他眼神要给一个知道或者不知道啊。你走后面人怎么不知道？知道啊，就知道没人了，事情已经走了。谁？对，你就当他知道了。好，可以。你就当知道了。对，然后看一眼。对了，来。好，喂，来。对呀，人太多了，我操！观众还是人多。就你就当知道了，看一下里面没有人。然后。冲冲冲冲！剑灵飞出来，敲！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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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紧啦！松！早一点点收紧啊嘛！你拉啊！拉不动啊！老板，那拿一把剑过来。来，剑灵剑来了，上！今天把这个拉上啊！那个，他是就在这儿，下面还有一个，说现在就下面那个，
屌啊！两位，啊不是，哇不是我，真的有，我昨天拍了。好，两位。哎呀，哇，漏了！哎，落下来了，太屌了！录完了，赔，录完了，赔，我跟你说，你之前已经被录完了。开始啊，来，然后嘟，来呗，肉，三二一，开始。哎，有人，有人走过。看我人，哎，杰哥，干啥呢？杰哥，来，丢了谁开始？肉。准备三二一，开始。zoom。哎，再来一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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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视频再快一点点。好。对。他一下就冲到这儿。也这个手出来。来喽。冲。哦，来喽。三二一，开始。zoom。高一点。好，准备挥。拉开了，看到底下。好，哇，好神奇！他松了吗？你推了是吧？要推呀！别过来！推了，让他拍了，推了就先拍了。我知道，我知道。胖啊，胖啊！哦，很自信的在底下。啊！屁呀，棺材盖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劈开之后你又回来了，回来找进来。一波，你能不能别再讨论他了？一交叉，先开。回来之后是那个剑灵，回来这样，对，幻化的叫刀崩。那个等一下我还要打。砰一打，嗯嗯，哎，还够了，往下打一点。因为我带替身手，直接就打那棺材板上。啊来，上，砰！往下。哎，这接皮吗？不接皮吧。你照做，照做。哇，好，那我要退步啊。对，退一步。对，退一步。他也会。来再来。后边是不是有人啊？从中舒服开始。哎，给他一个防符。真的。哪个？外面。外面看好人了。看好人，不要动。一开。啊！每次都在画面里。开始。还是小心点。退后。退后，退了，干不了。纵劈开。很多怨。好多好多黑气，黑气，黑气，声音过。好。说。说什么来着？果然是阴虎符的痕迹。果然是阴虎符的痕迹。好，再看一眼他。上前一点点，是他，是他。啊？就是少给了一个反应，就他看到这个，再走一步过来，稍分开一点点，哎，不要太近，好，这边拍了。老铁，这儿呢？刚才可以吗？啊，再走进来啊。对啊，走进来接哪句啊？这个看见黑雾，黑雾啊，看见那个是他在门区那个好那个戏，嗯，刚才在镜头上拍的，我们要一起说了，是他，嗯，是他，我们要一起说，是他，一起说，是他。昨天不是有一个你说的是他，然后现在同框的两个人就异口同声的，是他，是他，带关系啊，哦 ，Q 你们，好，我们现在上前一小步，然后说那句，是他。那我们不是要啊，先不做那个变剑的反应是吧？对，先不做。好，来，预备。三二一，开始。是他。看。OK。嗯。来。谢谢同意。挺好，还是变剑是吧？嗯。然后现在是
先生，拍一个景的那个黑气，棺材盖劈开之后，黑气散开，然后声音过，不要乱动。哎，后退点。哎，这个你反而把那个拿掉了，好奇怪。是不是拿掉了？拿掉了，反正就是吃药了，吃完以后就是。哦，我也没有说。何必呢？什么都自己扛了是吗？没有，那肺也删掉我。哎，要删掉吗？这句话，还是就是要演一下，这要替我们对温情的限制，可能是，我觉得是。不好意思，刘大爷，别说话了，不舒服，谢谢。不好意思，我坑过来了。好，可以，可以啊。好，来，给我塞进来。我里面塞进来，塞到门缝里面。塞到门缝里面。啊，不是，不是。来，再给我，给里面，给里面的。好，来给我这里好塞一点。你那不有那个什么吗？来，塞进来，塞进来。温琪。我有点往你的后一点点，多了再前一点点了，对，你把你的脸放在方口里面，好，再来，准备，好了，来把他那个膝盖那个位置弄一下。陆公子，你的伤，对了，我给你带药了。这是补气丹，可以帮你固本培元。好的。爹。爹。刚才我想让你到位，你就马上说你的事儿。你就要等他到了。他过来以后，当然是打掉一下他那个肩膀啊，还有那个脖子上那些血再说。医生问你应该是在那边，在那边说完之后，不是他说温公子是我，魏公子是我，然后他啊问你，然后再传过来，然后一进来，好，然后一进来等他包住以后，你再看一下医生。好，明白明白，我以为是定了再说。好吧，好，那我在那边说。好了，李哥，加汗。哎，来了。好，可以。这边调这个 ，OK。这里这里这里，来。好，可以开始。OK 呀，来准备。嘘，把外面的墙走开。来，走。走了，预备，开始。温琪，说话。温妮。你的伤，对了，我有给你带药，这是补气丹，可以帮你固本培元。还有这个，这是银雪草，外敷的，不可内服。这些等会再说。你和那姐姐怎么样？温若海，没有为难你吧？给完药之后，不可内服。先不说这些，你和你姐姐还好吧？温若涵，没有为难你。化妆，那化妆影子上面化妆去了。你放妆影子。好，来，刚才远点啊，来，走。监视器那边能不动啊？监视器那边人别动。来，快！还有人在晃，后面是不是有人在晃啊？监视器后边那边的人全都走开。来，路，好，预备，开始。外敷的，不可内服。先不说这些，你和你姐姐好，温若涵没有为难你了吧？我姐她，明姐怎么了？我
魏公子，没事，我姐没事，不必担心。吓死我了！辉年，以后说话可不要说一半。不过，温潮，你把他带回来之后，确实有人露出出讯息。因为我拦着，不知道温叔叔跟他说了些什么。总之，他从地火殿回来之后，就怪怪的。他还跟我说，你跟我说，不要理我和蓝湛。OK， 好了，这汤矿山吧，吐掉，吐掉，这太能吞了，这啥呀？花花蛋，来，反正带不到我手，直接拿手吃。他这手吃点，拿我当本儿来，藏在手背底下，当本儿小飞。他们从那个吃完那个位置开始了，吃完了是吧？对。谢子，他们做的那样的事，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们，特别是人生不知处，做的那样，碍了我的事。等一下，寻生不知处怎么？你不知道吗？自从温旭从回来，余生不知处回来之后，宣称以王兰是亲你门户。好，我重解决。好，问你这句，你不知道吗？来，走。好，预备，开始。你不知道吗？温煦从余生不知处回来之后，宣称以邦兰是亲你门户，焕然心生。我还听人说，他放火烧了大半个余生不知处，百年仙境就这么被毁了。最后一块阴铁，兰儿公子的腿是被温煦。时针不断。魏公子，你别动怒，小心伤口。对了，我不能久留，我姐会发现的。这些药，你拿好了。多多保重。看来今晚又要跟这个畜生同眠一宿。好，从温宁说，多多保重。还有那个沈小马出来服用，然后想一想，还是留给蓝湛的感觉不错。好，我先拿出去把它冻平。啊。好，哎，对，那要接一点点，退到墙这个位置吧。啊，对，我们不太动了啊，坐在后面动。
捏了。好，烟再稍微往低一点点扇，知道了吧？哦，就打得很低，然后它自己过来。好嘞，那个。稍微的，直接放就打了。来，道具。来，掉了一个链子，来，好。那个不是外边的，这外边那个靠唱碟这听着就是太重了。松了，松了，松了。对，还是没从那个从那个没从靠那个唱碟那儿，一唱就下边就。好好好，好了好了，好行吧，你来多多保重。这样，马哥，叫多让你来认啊。他最近玩的人不少。只有脖子要晃了，这个。能不能坐在桶里？哎，他那个洞会带动前面吗？就带动不了是吧？现在是分离的。如果要在这里咬水呢？慢点，慢点，动起来，对对对，好了，好了吗？好了吗？来吧，来，谁？那马哥，你坐进去去啊。确定。对对
你啥时候带到瓶子啊？瓶子到 ，OK。它是对啊，接一个退，把它到墙上滑下嘛。对啊。对。好了，再补点烟来，快。来了。拉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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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嘴呀，再往回摆，头再往右转，再往右转，张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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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动了，张嘴，没事，好，嘴再张大，好，再往右摆一点点头。右，往右摆头，张嘴，啊，高翘头，低头，低头稍微低得多一点，多低一点，好，再抬头，再抬头，往右摆，哎，升格的。升格见不见后面？放电了，放电了，放电是的，不是。去动它，真神的。留住我们一。不用动它，跳。你看，哎，都不杀了是吧？杀了吧。所以他说就行了。他自己杀还是他？他自杀是吗？啊，好。叫畜生出战，叫什么英雄？叫畜生出战算什么英雄？有种的我们一对一单挑。两个视线好像有区别吗？看不清楚他的视线准，好像盯着一个地方。哎，他那个针，一二三，呀！所以应该不是中了什么毒，是追击啊！来，预备。
去陪嘛。我原来还没说好，现在我花钱了。为了帮助他。那你说一点点价吧。龙。来，大家动一动。什么好聊的？对对，没什么好聊的。怎么没有什么可聊的？我就不信，你们难道都不想知道自己的灵力是究竟如何消失的？交流交流。天地良心啊，我魏某可没这么大的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就让你们所有人都中招。对不起，等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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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了行了，够够够够，来，闭嘴，低头，低头，来，这边。哎，赶紧的，赶紧那个脚镣掉了，快！我跟你说，三人拉掉了。那后面那些弟子都站好了，来，快，好，准备。后边啊，没有了，来，入，来入，好了，预备，来，一二三。好嘞，我高点，高点啊，先闪一下啊，再高吗？再高，整个不行，把那个腿都跳高一点。可以，行吧。我这边动一下，我开一下这东西会动。咱先让一下。好。好，我紧张也会，别管了，我开始。我操！停啊！来，来路，来路，好了，预备，一二三，呀！根本，如果你能侥幸活到明天，我就放你。你要是死了，也只能怪你那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嘴。我操！现在你就好好学了，啊！啊，来补气，补补气。我得补气。那摩托过来，石金老师。要不拿那个皮手枪垫高点？对呀，那不过去我扔给他。快走走，快走走，快！开门！如果你能侥幸活到明天，我就放你一马。我操！混蛋的，开门！好了，只能怪你那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嘴。现在，你就好好享受着漫漫长夜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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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来，OK， 现在突破天地主观啊。好，等会儿没过来，哎，不要动着来，对，来帮我动一下手臂来，你看到他不？看到动一下手臂吗？这边来，我说，你看到我？对，现在是他过来，这边吧，做他的主观，啊，他会武器吗？对。三条，哎，幺二，位置来，这是不是要错误点好一点？天气热多了，天气热多了，走上。我是一个没有通过的人，你们应该是往过扑，他应该闪。不是。来踢吧。告诉你，他就一句话的。好，没打好。来了。好了。三二一，开始。这群小朋友能挡得住吗？废话少说，要杀便杀。在场的若是谁有谁敢叫一声，便不是真的英雄好汉。
你也别指望有谁对你摇尾乞怜。是吧？那谁说？谁说啊？就是已经在这儿了。就在那边说好了。啊！我捡不起而已。当然，别开玩笑了。可以不用给钱说吗？不可能。可以啊。可以啊。好，给你机会。是跟组的是吧？给你机会。哥这有可能，三个字。好来，怎么找错呀？太好了，我操！这盘刚说，那是斗心嘛，三个字默契。啊，你说有可能？太大了。朋友，我是哪一句？对不起，我是哪一句说继续说的？后面这波人都说完是，然后那个锦衣说禁言术啊。OK， 好。然后你继续。苏轼的有跟组的吗？来，对，来吧。啊，你保证啊，怕委屈个反应啊。来吧。这样能？你要精灵说吗？还是前面一句啊？现在要精灵说嘛？精灵说。对呀、啊，精灵说嘛。干嘛的嘛？对呀、啊，你后面说有可能，精灵直接说。对。没可能。说完就要他交代给他。中途。说完委屈就要交代给他。然后说，我不信，是不是中途交房？精灵的尾句是灵力不是这样。你手，你的手。我这样回去会被挨骂的。
说了。他说的鬼面人，对，他说鬼面人，然后你说他有冰火符，笑什么？你接一个，懵逼，我现在就没有，你知道吗？你现在是这样子的，没有，前面我们不是接三遍了吗？今天之后，然后我们两个要下来，然后师傅就把我们拦下来，然后说就怀疑你嘛，那你就怀疑你做了，你就跟他们讲，我知道最近的题，然后就怀疑是苏轼，然后怀疑苏轼之后，然后把他禁言了，嗯，然后。你就想再测试他，然后这个时候他想要夺那个夺你的那个琴谱，然后这个时候然后一挥剑，他把剑给我打下来，就说明他还有灵力。然后在一层的那段，在一层逃跑的人，他是鬼面人，对，他是鬼面人，反应，一现在就是一二三，他一刺完啪不见了，然后你上一步，他是鬼面人，他刺的对不对？对，这个就是你接一步。他是鬼面人，然后他再回头给你讲那个。他有阴阳眼。行，哎，我这样转一圈儿。你感觉你从哪边来？我顺着过来就好。就他是跑的是吧？他消失了，他就那个符一动。那就整个都是你背面。哦，那对啊。啊。对啊。大壮，大壮，鬼面人，消失了。就那样人，你要不舒服你就不趁这脚，你要不舒服你就不趁这脚。你们俩好吗？这样，刚才是不是在那站着呢？用流着血的手指，然后他想画，没用了，别画了。没用就别画了，没用就别画了。没用，别画了。没用，别画了。对。再修补都没有用，再怎么修补都没有用。宣扬仿制的，我们在异神遇到宣扬，与他交战之时，有一个鬼面人出现，还没拍完他，可惜没有成功。这中间会有加一个东西，这中间加了一个他们所有人的反应，砰，门开，那个谁出去，哐，门关上。啊？我刚看到这个，我眼前一黑。酷，你看我是不错，是。他一喷那个东西啊，我真的眼前一黑。你还没有背吗？我哪有？对。他一出去，应该不会吧？我都是在然后这边再画上什么？没用。所以这个中间才会有反应。啊，等个。这个聊一下吧，好，先这样子，一二三，他一次这边你说那个他是鬼面人，这边刚说了，他有阴符，那边砰门开，然后门开了，门开了一点，那就是那个傀儡吧。对，还是要对着门啊，门啊。
应该是我们准备过来的。没错，挂牌的会员是对的。好，来，来看看，看看。没有啊，就来。你们知道吗？两位啊，后边啊。好了，拍，拍，好了，准备，备，来，一二三。他是鬼灭人，他有用。看看看啊，我过来把他挡死了。我姐姐好 OK。 怎么了？好，一博，我说了，但是就是也没说太多的限制，你可以把前面的话好嘞。现在这里有点像咱们这个村儿。我韩光俊一波，这群几天前被抓上山来的小朋友一波，其余人我用少年腹肌之力来形容不为过吧。我若是想对你们做什么，这群小朋友是我的对手。废话少说，你要杀便杀，在场要谁掉一下去，不算是英雄好汉，你也别指望有人对你什么什么。不好意思啊，我问一句，你谁啊？然后这段戏就一直站在下面说。人总不会，我觉得我要走一下吧。他应该不是站在，你就在这个，没有。我们那个这段戏呢，只是拍了那个万机的这个反应。像演讲的就。OK， 杀！对话吗？啊，不是，刚才一说话。对，他有一个散步。好嘞，看了。他一转身过来就把他打。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位置吗？没有，前面是这儿，在这儿。哪点呢？在这儿。哪里到底啊？点呢？他给撕了。贴回来。再贴回来。哎。就是从那段戏开始就走红了，不如看看这是怎么，然后。随便贴一个点吧。对，来，拍了，来，马姐不要动啊！好来，准备。你都干过什么？这些你都可以准备的，因为还没拍。像走，像破案一样。那你就在下面这一块走到最后到这一。是鬼用，他有用户。对，我初中总刚才一直很奇怪，什么什么什么。看，袖子背。动什么呀？打一个。老师，各位老师。蚂蚁。没有，只有两位姐姐。是。粉丝就是这样。各位把我带到同一个镜头来的。觉得我在骗你。来，都站好。三十八进一的尾，三十八进一尾。现在拍他消失了，手机的刚刚。僵尸。这些饭钱，哭了呢，刚刚。那老师。你有看过《琅琊榜二》刘昊然？我是带得到你的。你有自己的软件吗？有啊。我不是打了那么多吗？打剑的。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五千？那应该没有，那练习是吧？对，没有应该。你当时有你帅吗？还是转不了啊？当然比你帅了。
当然没你。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说法。说法。夸你是实话。当然没你好。当然比你快。你很忙。总共往前，往前半步。长痘了，往前一点点。嗯。好，这个位置。这里啊。对。来来来，来，你这左脚就完了。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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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你可以半前面，可以半后面。好嘞。哦，那我可以这样吗？差一分对啊，你从那边转转过，从那边看见我领导们防那个门，你耍了那个回头，全把这一套倒下去。OK， 还可以这样吗？可以啊。帅啊！可以这样他就 OK。真的，老虎真的很重哎。不是，这是一个角色。我竟然竖起耳了。这是一个角色必须要有的，你知道吗？我武术那么高。武功那么高，我还要瞄准他。哎呀，咱们不要夸了，不要再夸了，对不对？你说有没有道理？你说有没有啊？好吧，我问你，不言不敢走，说有没有道理？你来讲这些词啊，你来讲啊，来呀、啊，三十八级你讲啊，真的，给你，可以吗？魏无羡，你这么多话合理吗？他站在哪一点？他就那个门不响，他没办法了，他台词全都是你说的。然后那个稍微的往前走两步就，最多到这呗，对，极限位嘛，对，啊，最多走两步，好，极限位啊。他们往前走了，你再往前走两步就，他们最多先走啊。你第一次吹得响吗？这狼真不划算，吹不响。还有花舞在里边，这就是陈情。好嘞，闪拍，好嘞，准备。A D 前面的人蹲下 ，A D 前面的人蹲下。小冷不分，来接过来，三，可以吗？可以吗？真的有人背，来背，三二一，开始转身，爽。哎，不要那么快，你们先转过来，我先判定。啥叫那个光彩？砰！我有一个把那个有一个那个光速动挡住门了。等一下，不叫他。三大音啊，所以啊不用打了，还是慢慢打。好，那我们转身之后看这个阵，然后再看见。好，接得上吗？你确定接得上吗？好，哇，好厉害！好厉害呀！好嘞，来喽，预备，来，一二三。那就这样，你继续往前走。
然后那个走这个往前走的话，对，好，最多走两步。他们往前走了，你再往前走两步。他们先讲了。对，你就不能。好，先拍一个啊。试一个吧。试一个吧。哎，不用那么快，就你们先转过来说先看电影，啥玩意儿那个光才我有一个有个那个光速动力单机门啊，叫他看他赢啊，可以啊，不用打了，就是你开始看了，好，那我转身之后看这个，然后看见好，看见他就可以了。接得上吗？你们确定接得上啊？之前不是这样的啊。好，来。我先来啊！我先来啊！我会听那个关注飞转了门。来，温迪一来先顶着门，我说关注顶着门了，你就可以放松往前转。好，来 ，careful。对了啊，伸甩。关注风道门，我操，两个一块钱也不用再看门铃那么久了，看完就甩完就反应就可以走了，不用等门铃了啊。啊，阿张啊，好，明白。不，坐下之后，我们怎么会没什么好呀？怎么好呀？稍微松一点。难道你们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失去？难道你们80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失去？给他招高一点点。坚定良心。哎，坚定良心，我为谋考虑这么大的人生，就生不生不绝就。那是虚的，温柔啊。准备。3、2、1，开始。你究竟想如何？不如何，不过进都进来了，不如一起来聊聊天。我们与你没什么好聊的。怎么会没有什么好聊的呢？我就不信。对呀，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是吧？我猜呢，你们围剿之前一定没有来得及一起吃顿饭吧。所以你们应该不是中了什么毒才对。石锥，一定不是毒，我从未听过有什么毒能让人突然失去灵力，否则这种毒药一定早就被很多修士重金采购，传得沸沸扬扬，血雨腥风了。对对对，哎，医师呢？快，你先帮我看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医师上来。暂时是多久？恐怕至少是两个时辰。两个时辰，所有人议论。那就两个时辰，这废弃多年刚不好。陈威哥开启啊，今天有人撞门了。后面那个跟主哥们儿，哦，带他少急一点。把他举掉了吧。多久？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忍，我操！好，稍急一点点，带阿张。结果害我们拍了都不接戏了。对啊。我稍急一点点，带阿张先钢琴。来，慢点。哇呼！我先播吧，他说掉了。小哥，打起来突然感觉很像滑梯，你自己播好不好？我觉得拍了吗？好了。刚刚四个人挺好的。没有。从哪开始啊？从我这边医师给他就说两句，然后江城说。玩剑，快交钱给他下去。爽剑，后面那个兄弟来，往你右边一点，蓝色衣服的，再来，好，谢谢你。爽剑，兄弟叫老师退一点，谢谢。哪一个？刚刚说的那个。把这个不要站在他后面。好，你过去。不，这就不用了。好，接着往下。至少两个时辰才能恢复灵力。然后路线出现完之后就站起来了。嗨，hello。听完是吧？然后站起来。叫什么名字？
他这个就起来变得很重了，他也会举动啊。两个时辰，然后他这个起来就变得变瘦了，变啊，变脚变瘦，就那个了。拍过了是吧？没有拍过，他还不在，怎么会拍过？屌你不，我的。3、2、1，开始。两个时辰，这个废弃多年刚补好的阵法，怎么能撑两个时辰？那个魏兄啊，咱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哎，我都说了，你们不要看我啊。看你看我。害怕什么？在。我有上身拍一个他们。带到一到他们转过来，你看过看过，他们回头看一点点，看看带到他们看见那个张跟那个一博，再来一次，我吗？说话的那个，你说话的那个，把你右手偏一点点，有吗？是吗？江琴，江晨，贵的，全被带过来取了吗？好了，下面所有人看我这边，3、2、1，开始。对，哎，医师呢？快，你先帮我看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这灵力的溃散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诸位的单元安好未损，不必担心，该是暂时的。暂时是多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恐怕他了。OK， 恐怕。宿舍在那边后面。这边。就在旁边。他在旁边。就拔剑了。说起来。3、2、1，开始，砰！两个时辰，这废弃多年刚补好的阵法。这宿舍，你们都在宿舍。小曹啊，哎，宽一点呐。19，后面那个对这个，来，好，来，跟继续啊，来，好，继续往下，来，这个，是这个，好，侧着被抓上来小朋友一波，其余人我用手无缚鸡之力来形容，不为过吧？你们要交流啊。没事，安静点。不行啊，光不太好。所以有没有人愿意想一想？在班串带了。你们到底是干过什么？我们干了什么？太干了。我们干了什么？上乱葬岗的时候是不是都喝了水？哎，想不起来，不知道哎。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确实很干。如果你走太多位。那不如就尬到底吧。对，只能尬到底，很静止的在那儿，但是有一点点小动作。然后呢？阿赞，你站这吧。好，没问题。我等看他们看我谁。然后呢？人总会突然失去灵力吧？总得先过某种环境和契机。所以我猜你们在上好来那个上万萨狗之前老师都经过了同电话上网一点来预备剑对着门口来录好点来
这边的我跟蓝钻呢好是走的另外一条路上山的，所以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想一想看那个我们干了什么上乱葬岗的时候是不是都喝了水把鱼皮鱼的东西修饰甲上山途中根本没人喝水，谁敢喝这乱葬岗的水？有可能那个说话金雷接词儿后面大哥有可能不可能中了吧看到没有讨论起来，我是几天也撞上山来的。到节点啊，到节点，到节点啊。而我和杨战呢，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上山。吴卫小，咱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大牛，等待他。快想办法，这是怎么办？他起身了。我都说了，叫你们不要看我。现在灵力尚存的呢，只是两拨人，我、蓝湛文上溜一点，剩下的呢，就是刚刚被抓上山来的小朋友一拨，其余的人，我用手握夫妻之力来形容，不为过吧？再看看，交流交流。交流一下，大家交流一下。小朋友能挡住吗？是啊。废话少说，要杀便杀，在场的诸位，要有谁敢叫一声？便不是英雄好汉。对对对，你也别期望别人对你摇尾乞怜。嗯。恕我问一句，你谁啊？你。啊。我拍他特写啊。啊？谁特写？啊，在哪？不是啊，他现在在。那个穿金色衣服的往这边靠一步。啊。我也是，你看我这感觉，一系列嘛。那个金色衣服的，我退一步。换你圆我。莫林苏轼和姑苏蓝氏果然关系很差，他走到他边位了吧？那段对不对？三十八级一的那段。啊，然后呢？不许说啊，然后呢？然后。然后在哪儿？然后。然后。那边那就是往下接嘛，还是28啊，往下接往下接往下接的话，还是你刚才说不好意思容我问一句你是谁呀、啊、刚然后呢你是谁呀、啊、然后呢不是毒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人呢总不会突然失去哎哎哎林将你走那么牛吗对啥耶那个咱们现在报警呢就是他报警人是不是哎，你一直不做，我真不好意思，我一直。后面那个阿姨，后面那东西，好，没了。我要回归我快乐的源泉。谁？正岛主。来，咱们都不说话了啊。哪里？吸个油呗。哦，你在这哦。来吧。哇，冰姐，冰姐。有多爆炸？跟那个不一样。刚进去。他这个动先把这边的先给他干掉。看我。所以顺拍一边台机。对。就能拍在多少在多少。一套差不多死了。不要拍导演了，导演已经很郁闷了。明天我就跑了，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哭都哭不出来了。明天我跑了，丢那里。哇塞，昨天都已经恨到说要把棺材抬到他思维灯去啊！昨天都拍到这种状态了。哎，温宁，你直接把棺材抬到思维灯去吧。温老师，来到位置看。
每天拍 T3 怎么拍呀、啊？昨天真的拍到崩溃啊！拍到导演说把棺材抬到房间，太逗了。好，我们先看一下位置，一会儿再整。来，先找真灯。啊，好人气。嗯，就能接他能接多少就接多少。我可以接到这场完。哎呦，好啊，来。景怡看他，景怡啊。好，来，预备。帅帮你多补一点，我看看。啊，好来。好来。搂。来补。要补是吧？好、啊，来修补。擀面皮。好了，谢谢。来。来。灵异吧，所以我猜。你们肯定是上山之前一起经历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同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这群刚刚被抓上山，不好意思，再来一遍，我在说什么？接触过某样东西，做过同一件事情。好了，好了，来，总得有一个途径或者说是契机，所以我猜你们应该是在上乱到一个，所以我猜你们应该是上乱葬岗之前。不要想太多啊！好，想太多了，别来。快一点。所以我想你们上万大堂之前，一起做过什么一件事，或者是……哎，出外面门？哎，鸡妈关门了，我没有看呢。这群几天前被抓上来的小朋友，所以错过了时机。那我和蓝湛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上山，所以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去你这是什么跟什么啊，错开了时间，错开了道路。没事，原谅你了。你是想吃的。对对，原谅你了。问题是啥东西？外面那个是机器。半路接吧。来，好，来，半路接，半路。真怕你们多活一点。我给你倒倒。快一点，来吧，来吧，来吧。这样做模特可以吗？关门一点。那你跟着我说，那不用干吧？嗯，啊，反正你跟着放火。谢谢后面的各位来帮我站一下好吗？来，谢谢大家。雷声最好。从真奇怪开始是吗？奇怪，真奇怪，真呀真奇怪。这个烟谁给我抽过一次啊？真奇怪，那包就没抽完吗？到现在就是苏宗主，就是苏宗主，从刚才起就一直很奇怪。这个夜是没法算的。两个组拍了100多场，那么少？这要拍7-8个月的戏，我不油，照这么算下去，那我爬了命，合约到期了，走了，他没。这位苏宗主从刚才起还没发了，走。3、2、1，开始。真奇怪。魏前辈，什么奇怪？这位苏宗主，从刚才起就一直很奇怪。之前傀儡围上来的时候，就尽力呼吁灵力尽失的人不要求生，赶紧一起去死。现在。现在，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现在又堵着我的嘴。没事。现在又这位苏宗主，从刚才一起就一直很奇怪。之前傀儡围上来的时候，就尽力呼吁灵力尽失的人不要求生，赶紧一起去死。现在又试图堵住我的嘴，不让我盘问，而且还在不停地激怒我。生怕你们。生怕你们多活一刻，有这样做盟友。嗯，这是什么道理？哎，我觉得不行的，不行，这样拍不行。他现在表示和姑苏蓝氏的关系果然很差、啊，关系当然差。咱钱多一点点了，看见你们，关系当然差。我领苏氏去走姑苏蓝氏这里。哦，聂怀山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直没有。吃了饭又不是吃了。你要不调度一下走过去？这边的人调度一下，那你走过去，他能说话吗？他可以走吧，从哎，阿舅，六位家，好。
看来你们不是第一天分析了吗？太动，我也动，都动哪去啊？我想看到你们都动了。找位置，走位，能放哪呢？好了，我知道要啥。这句话，快，就这么。又说了一大堆吧。来了，报告一下。全部给我站好了。站好了。全部都站好，站好，站好。嗯。快来一点。好。把那个什么再说出来。这个我要说事儿吗？不但样，而且还格外久。别人说他给我们下寒风。你们两个先在后面。温柔。啊，对，我们要上前。现在倒在后面，再上来。可以吗？立正，